就是工作也忙，基本上都保姆带，孩子小，爱闹脾气，我也没什么耐心。这今天差点铸成大错，如果没有你们，穆总，你也别太自责了。现在这些人贩子啊，专门就盯着老人和保姆带的孩子下手。今天还好是木木自己聪明，看见我们衣服上爱与家的 logo。 真的对不起啊，你都是我的错，把你也伤成这样。你看病治疗的费用我来承担，你好好回家休息。一会儿呢，我跟你们曾店长讲，安排你请假的事情。啊，你们谁是孩子的父亲啊？我是孩子的父亲。麻烦跟我来一趟，咱们做一下笔录。好的。哎，那我去做下笔录，你们等等我。我们不等你了，我赶快送他回家了。 行，那把事情处理完了，我去看你。啊，真的，真的特别感谢。没事。彭程，谢谢。怎么跟穆总说话的？ 怎么老说他两句不对吗？天天不管孩子，不是我说你也够笨的啊！去救人就救人吧，把自己弄伤了，那是我能控制得了啊？疼不疼啊？哎，哎，你求求我，哎，你快点，你求求我，你求求我，我抱你出去，你求求我。 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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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立正。没事，我自己能行。别废话了，来吧，快点上。哎，你这腿啊，还是得小心点，千万别再磕着了，伤上加伤。 你这真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你这也不能把工作都丢给我一个人啊。知道。哎，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啥事儿？你今天我们就木木的时候，他指着你的衣服说这是爸爸的衣服，说明小孩一眼就能认出咱们爱与家的 logo。 你说现在总是的孩子这么多，我们要是能利用我们爱与家门店多这个事儿，为那些孩子做点事儿。 那是不是挺好的呀？哎，你说这个，我觉得还真可以啊。嗯。你说咱们爱与家的门店在上海遍地都是，是吧？嗯。这以后呢，只要是总吃的孩子，都可以到任何一家这个爱与家的门店，是吧？进行求助。如果是这样的话，咱这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而且还能提升咱们公司的形象。可以啊，程真真，你这榆木脑袋，现在聪明了，真的。 谁榆木脑袋呢？今天要不是我眼睛手快，你能查出来那是认贩子吗？是，您是手快了，自个儿把自个儿给伤着了，是不是？那还不都怪你，叫个保安叫那么慢。你再说我，你再说我把你扔这儿了。哎，你有本事你扔呀！给我道歉。不，哎，给我道歉。走，往前走。道歉。不，扔了你，我让你在这坐一晚上。 快点，给我道歉。救我！
来，把鞋脱了。好点没？谢谢。行了，好好休息吧。你这伤筋动骨得100天呢。我给你倒杯水，熬上可乐你还能喝。喂，美丽姐。天真，我把白阿姨的房子卖了。啊？白阿姨房子给你卖了？对呀，我本来想等你们回来当面跟你们说的，谁知道这都下班了，你们也不回来，干脆我打电话给你们说吧。免得别人早一点告诉你们，听了你心里还不舒服。真真，虽然这个房源是我让给你们的，但是你们也跟了挺久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什么呀？他说什么呀？你给我过。黄美丽，你什么意思啊？你把白阿姨家房子卖了是不是？不是，你卖就卖了，你还打电话？你打电话什么意思？你在这给我臭显摆是吗？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呗。反正我跟你俩说啊，这一单你们也辛苦了。哎，再接再厉。明天晚上我请大家一起吃饭，到时候一块儿来啊！哎，拜拜。黄美丽，你，喂，你说这是什么人啊？啊，什么人？还有没有点底线？你说这是不是道德有问题啊？天天除了抢别人东西，你说还会什么呀？哦，虽然从道理上能说得过去，哎，但是从情感上，真的挺难过的。谁让我们俩是菜鸟？这个问题呢，还得换个角度想，咱们俩也不能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啊，对不对？虽然说咱俩还是菜鸟，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咱们俩也算是从这个初级菜鸟，已经进步到了资深菜鸟了。房子最后不是咱俩卖出去的，但我觉得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看，从刚开始，白阿姨忽悠咱们俩陪她演戏，到最后，白阿姨真的把这房子委托给咱们俩，让咱们俩去卖，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程真真。你绝对是功不可没，你要肯定你的进步和努力，不能妄自菲薄。白阿姨，这房子你的付出可不比我少，现在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怎么那么看得开？那你说卖房子这事儿，不就是你卖我卖他卖吗？对不对？干咱们这行的不能天天老纠结这些东西啊，老纠结这些东西，那除了相互算计，那不就没别的事儿了吗？你等着吧，我觉得没问题。就咱们俩这搭档，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你确实是傻了点儿，对吧？但是这有我们呀，对吧？有我什么事儿干不成啊？这离月底不是还有一段时间了吗？你看着，这段时间我一定好好的给你买几套房。你又开始痴人说梦了。不是你能不能别老看不起你搭档啊？啊，你给我点自信不行吗？你这光失落了，我这还没怎么着呢，你这还情感过不去。我看你是不是因为卖不了白阿姨家房子你难受吧？我看你是不是因为人家儿子要出国了你舍不得啊？真是坏了。怎么了？等了你很久，不知道你还来吗？估计你有事儿，也未见你回复，我先走了，很遗憾这次没能见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没事儿，我累了，你先回去吧。那个，竟然吧。那行，那个我就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非常抱歉，我今天碰上了一点紧急情况，没能及时赴约。因为事情太过突然和紧急，也没能早点通知你，让你等了我这么久，真的很抱歉，很抱歉。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I'm falling in love little by litt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You're the one I won't ever let go. Cause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不要紧，就是没有你的消息有点担心，现在知道你平安就放心了，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儿子，嗯，我把这房子一卖。妈，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个房子有太多的回忆了，有些回忆是很沉重的，会变成负担。我又离你那么远，总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所以抛下负担，跟我去意大利吧。儿子，妈妈知道你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好孩子，但是你的刻板、挑剔、拒人千里之外的性格，妈妈太有责任了，真的，我觉得我责任太大了。就是我都不明白，你小的时候我怎么给你那么大的压力呢？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你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跟我亲近，而且我工作那时候挺忙的，
我呀就只关注你的学习成绩，其他的我都不关心你。我这一想，一个小小的人儿，我怎么那么孤单？我就觉得妈妈当得特别不合格，我就觉得妈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儿子。妈，你告诉我，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自己？你在我心里，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最棒的妈妈。自从爸爸走了之后，这个家就您一个人在撑着。我吧，我平时我就真的不太会去说，不太会去表达。但是我明白，我心里都明白。井然的那套房子让花园店的一个业务员卖了，用了3天的时间，还算比较顺利。这么说，彭城折腾了一个月都没办成的事儿，人家3天就搞定了。彭城还是新手，这不算意外。还有一件事情，董事长，我得谢谢您。谢我？感谢您，也感谢彭程。您看看这个。这个孩子不是你？对，就是我儿子木木。前几天由于保姆的疏忽，差点让人贩子拐走，幸亏遇到彭程和他搭档，把孩子救了。这个视频，这个女孩就是他的搭档，叫程真真。哦，真的特别感谢他们。哎呀，没有他们，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程真真，儿子，我出去一趟啊。妈，你去哪儿啊？哦，我想去看看小少和真真。虽然说咱这房子是小好给卖出去的，可是对这件事儿付出最多的就是这俩孩子，而且平时他们呢又真心真意的照顾我。我想在咱们走之前呢，当面去谢谢他们啊。哎妈，要不然我陪您一块儿去吧。好啊，太好了。啊，那我先上去换件衣服。好，哎，等一下，过来。干嘛？你过来。有个事儿我还没问你呢。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跟女朋友去约会，什么情况？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说？妈，
不是女朋友。不是女朋友是什么？我们昨天根本就没见到面，他临时有事儿，就取消了。取消？说取消就取消啊？哎呀，就现在这女孩子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哎，你看真真，人家就踏踏实实的。我跟你说，你要跟真真说好的事情，她绝对跟你认认真真的，从来不爽约。儿子，你以后找女朋友就找这样的，妈妈才能够放心，你知道吗？妈，您要是再瞎撮合的话，我就不陪您去了。啊，妈妈不说了，妈妈不说了，快去换衣服，快点儿。谁啊？哎，白阿姨、锦然，你们怎么来了？哦，不是，怎么了，真真啊？哦，没事，我就是扭伤了，没什么问题。哎，你们先请进吧。来，不吓死我了，没事吧？我没事儿。哎，慢一点，慢一点。可皮实了呢，放心啊。坐下。谢谢白阿姨。哎，锦先生啊，你请坐吧。没事，我东西先放这儿了啊，你们先聊。哎呀，今天我跟景然到你们店里呢，找你跟小邵，结果你们店长说，小邵出去跑业务了，说你病了，我还奇怪呢，你什么病啊？这严重不严重啊？就是扭伤了，医生也处理过，说没什么大问题。嗯，我就是那天，本来约了一个人，结果没去成，有点难。哦，没关系的，再约嘛，早一天晚一天的那都没关系。关键是你这个，你不能大意，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平时要多坐着多躺着，不能随便的老走来走去的，知道吗？我知道了，只是我那个朋友啊，他可能就要出国了，我就怕以后啊没机会再见着他。其实现在出国也挺容易的，等你把伤养好了，你可以去国外找他呀，留点念想也挺好的。可以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吗？是啊，景先生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期待下一次的相聚。真真啊，我今天来呢，你可能也知道了哈，那个我那房子呢让小好给卖了，抱歉的话呢，阿姨就不多说了。但是我真的，我真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你跟小邵，就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还有就是对我们家房子的付出。白阿姨，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跟小邵这几个月在你身上学到了特别多东西，我们是真心喜欢你的。那个锦然，你把那东西给我拿过来。好。我是觉得呀，这天气不是转凉了吗？对，这个。我想送小邵一件毛衣，但是他不在，你替我转交给他，你说谢谢他，阿姨有机会一定亲自给他做饭吃。谢谢白阿姨，小邵收到这个肯定特别感动。真真，这个是我妈妈送你的礼物。对，打开看看。白阿姨。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不是，我就是想给你和小邵留个念想。不行，这个真的太贵重了。真真，这个是我爸爸以前在外面做调查的时候带回来的，你要说有多贵重也未必，但是也算是我妈妈的一点心意嘛。对。所以，请你收下吧。我也想谢谢你一直对我妈妈的照顾。谢谢，谢谢白阿姨，太好了，这就对了。来，阿姨给你戴上。来，低头。谢谢白阿姨。哎呀，哎，儿子。嗯。不行，我带不进去，你来帮我一下。好，我来吧。不好意思，扯到你头发了呗？哦，没事儿，没事儿。
我小心一点。这真漂亮，这特别配你。白姨，是不是水果？我给你弄点苹果。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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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动啊！那我给你倒杯水。不用不用你啊！呵，你看看你架子上这些小东西，多可爱！哇，这房子收拾的真干净。平时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住吗？啊，是这样的，这房子是我妈妈朋友的。他们全家都移民了，我帮忙看房子呢。你自己打理这房子吗？对啊。哇，真好，真干净。哎，珍珍啊，这是你的毕业照吗？白阿姨，你等一下啊。哎，你小心。我来给你把这柜子门打开啊。不是景然，你过来看看。怎么了？珍珍跟你居然是一个学校的。跟我一个学校的。对，是。2012届，那你入学的时候我差不多都快毕业了。哦，哎呀，那但是我觉得这太巧了，你们俩居然是一个学校的。我一直以为你只有高中学历，那你这么好的学校毕业，怎么去干房产？晨晨脚上还受了伤了，咱们在这儿啊，待会儿他养伤。让咱们先回去吧。啊，对对对对对，我们不打扰你了，我们回去了。没事儿，白阿姨，再坐会儿吧。啊，不坐了，不坐了，真的要出国了，好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呢。嗯，珍珍啊，以后你有时间你就给阿姨打打电话，或者是发发微信。万一哪天去了意大利，你去看阿姨啊。哎呦，我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妈，你什么时候想回来？我随时陪您回来嘛。嗯。哦，对对对，我老糊涂了。白，好好的，你走吧。走吧，妈。别送，别送。再见啊，再见。好好养生，再见。火空中翱翔着翅膀，其实没那么脆弱，一伤期待的美好时光。何其荣幸与你分享，只是我需要的不仅是一张温床。没有人舍得遗忘不停绽放的玫瑰花香，而你却风干我珍贵的土壤。我多想摘下全世界
呦，你儿子，怎么回事？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这熬夜对身体特别不好吗？我想做点东西。哟，怎么把你那个做那个模型的这个工具都拿出来了？幸亏妈妈一直给你留着呢。啊，做什么呀？做个小礼物。干嘛呀？送朋友。送谁啊？送谁？程真真。啊？我儿子，送程真真礼物，你还亲手做呀？好啊，妈妈就跟你说嘛，这个女孩子你要接触一下，你会发现她很多优点的。儿子，你们才见几面呀？妈，您能不能不要多想，也不要自行脑补那些没有的事，行不行？什么呀？哎呦，这真真啊！哎呦，哎呀，这真真这是见义勇为啊！这个，所以啊，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不错的。你看，我们今天去看他，见义勇为这么大的事儿，他什么都没说，就轻描淡写的说他摔了一跤。好哎，那我儿子现在开始注意女孩子了，哎。这就是有进步，妈。啊？你这还跑不跑业务了？你这一天两次往我家跑，我们俩的业绩可全靠你啊！我又不能买你房子。那我不得每天管你吃饭吗？我还得监督你这药吃没吃呢。嘿，这东西我自己也会做，你是来蹭饭的吧？再说了，我上的是脚又不是手，药我自己也能吃啊。哎，我问你这人，我这不是为了谁啊？来，快递，快递上。好嘞，谢谢啊，客气。什么呀？井然，井佳琪，我能问一句吗？你这跟井然什么情况啊？啊，白阿姨的房子可都卖完了，你们俩怎么还联系？这怎么还给你寄东西呢？啊，我问你话呢。管得着你？敬意，祝早日康复，送给你英雄的程真真。竟然，哇塞，这也太好看了吧！哎呦，好喜欢！你能正常点吗？啊，这什么呀？这小儿科的东西，这玩具吗？这至于的吗？你这是个人都会做？你这么厉害，怎么没见过你做呀？我那是不做，我要做的话，我做的比他这高多了呢。你就是说，只会说。不是，再说了，卖白阿姨房子我也有功劳了啊，为什么就送你一个人啊？我的呢？凭什么送给你呀？真是，别说了，送给英雄的陈真真。哎，这模型的门还能动哎。细致，他一定做了很久吧？尚春生，你等一下。哎，你怎么下来了？我刚才忘了，这是白阿姨送你的礼物，你打开看看。什么东西啊？毛衣啊。好看吗？你呀，以后就别再说白阿姨心里只想着我了，她心里可想着你了，所以你以后要对她好一点。行了，迟到了。怎么着，我还得把你扶回去吧？
走。哎，添乱呢，一天。慢点。哎。我爸爸妈妈说要带我去香港玩，要我全程讲英语的。全程讲英语，好了不起哦！爸爸妈妈要带我去香港玩，要我全程讲英语的。你停下来！爸爸妈妈要带我去香港玩，要我全程讲英语的。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Arwen.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你每个人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儿做好，希望月底的时候都能有一个好的业绩。散会。尚鹏程，你过来，我要跟你说。干啥？你什么态度？店长，请问你有什么事情？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以为你跟陈真真见义勇为，我就能饶得了你们俩。这马上就月底了，你俩小组的业绩到现在还是零哎！起来，干嘛呢？见义勇为很好，但是这不足以好到可以抵消你们的业绩。陈真真生病了不能来上班，你整天忙忙叨叨干嘛呢？是在联系客户吗？联系谁了？懒得跟你废话。提神气啊，店长。做点事儿，联系客户。哎，您好，杨太太，那个我是爱宇家房屋中介的邵鹏程，我就是想问问您什么时候有。啊？啊？哎，着了没有？还没有，他刚才跟小朋友打了一架，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老公，你说他能去哪儿呀？那个，咱先别着急。咱分头找，随时联系，然后半个小时再找不到的话，马上报警。行，快走吧，快走，快点。Hello, what's your name? You are new here? 感冒不会死人，玩一会儿就不行吗？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失望了，我刚才跟 Bill 打架，不知道现在 Bill 怎么样了。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失望了。我不知道我还不能救他。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I'm falling.